用年轻人的方式制造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炅。爱奇艺的非日常派对马上就要开播了，让大家和我一起来一场狂欢的 party 吧！大家好，我是郭敬明。爱奇艺非日常派对马上就要开播了，大家一起来狂欢一下吧！大家好，我是张宇健。工作忙碌，学习枯燥，生活乏味，这都不是事儿。锁定爱奇艺，来一场非日常派对，拯救你所有的不开心，来次 party。龙吸水不如蜻蜓点水，蜻蜓点水不如开派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国语哥哥。锁定爱奇艺，非日常派对，来次 party。